留着还有啥用？都给我杀了！给我杀了！停、哎，撤回来！大哥啊，我觉得不能杀。为什么？你看啊啊，咱们把他留下来，留下，拽到咱们寨子里，扩大一下咱们寨子的规模，怎么样？对呀、啊，这小子太聪明了，对不对？好主意，好主意，对吧？那我要考考他们，该考。如果考过了，他们就活着；如果考不过，那咱们就杀杀杀。对，谢元，小师妹呢？哎，他去哪了？啊，你说对不住，没看住啊！不，那不敢了，先弄个三个人，一会儿要突然出现也行了。走了。哎，他们在这里，在这里。好了，别躲了，快出来吧，快出来！我们已经被包围了，我们打不过的。他们没发现我。哎呀，不是，你们要劫色，拿走，拿走，走，拿走，拿走。不，我们要劫的是这个色。连我你们都不放过，好残忍啊！你们这是重口味呀、啊！那咱们开始啊。你们听好了啊！当我和第一个人说的时候，你们三个人要背过身去。凭什么？凭什么？就凭这个。好的，好的，你说什么就是什么。背过身去，不许看。两个字儿，不许说话啊。OK。对，啊，不对呀，怎么整那儿去？他发挥他。俩字儿，刚才强调的。不许说话啊！不许说，哎，要犯规！没有！你知道了吗？他那个像鸟窝啊！行，算你们对了，